可以让画动起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只需要一个盘子、白蛋笔和一杯清水就可以了。先在盘子上画上喜欢的画，然后慢慢倒入清水。看，海藻已经动起来了，再加点水，让小鱼也游起来。这是因为白蛋笔的墨水里有粘着剂，写到盘子上后会形成一层薄膜。当水倒入盘子后，又因为墨水的密度比水小，水的浮力大于墨水的粘着力，所以我们画的画就动起来了。今天的问题是什么鸡没有翅膀呢？我是自己姐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哇塞，关注他。